感觉我们不是流水线，好像人家一看这个规模就不大，是吧？是啊，所以流水线只能做到后面各种成品，然后破碎的别的地方，因为它后面做不了，这线做不了。这个就是烫哦，把它烫。收缩一下。嗯。做好之后就放到这里来。